决议，函请行政院延处，请院会有异议，没有异议通过。接着请陈柏惟委员。喂，本院委员陈柏惟、王定武等十九人临时提案，有争议。卫生福利部卫生所健保里第0982600357号函释，以公告探亲三四五的自由新生来台中国人士，会当经内政部处理国家移民署的这个许可来发予伊出入境的许可。但是呢，这个函吼、是立法院职权行使法第十章所规定的法规命令。卫生福利部当初是无照共法第60条送来立法院，并且提报立法院的会议，所以因为安尼，建请卫生福利部应以废止该公告。那安尼敢袂使请公决案 ？Thank you。本院委员陈柏惟。